现在情势糟透了，指挥官，开采作业已经没戏唱了，我们要马上离开这里。没有你们的保护，那些被感染的家伙会在我们起飞之前把我们屠杀殆尽的。准备好就尽快前往任何一艘船舰的位置，我们有好几艘船舰等着出发。工程车准备完成，重要工作是记住，你工程车准备完成，工程车准备完成。工程车准备完成，你杀了我了！工程车准备完成。船舰情况紧迫，不管有没有人保护他们，他们都得马上起飞。雷神兽随时可以行动。工程车准，我们的部队正与敌人交战。快上！工程车准备。额外的感染，额外的威力。我方部队遭受攻击，有艘船想在没有保护的情况下起飞，敌人会在升空之前逮到他们的。我们需要更多金矿，我们需要更多金矿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进化完成，我方部队遭受攻击，受感染的人类抵达那艘船了，趁还来得及阻止他们。我们需要更多工程车准备完成，工程车准备完成。发生了什么事了？马上行动。亚历克桑德号随时可以出动。有艘船在呼救，受感染的人类正在骚扰他们。金矿不足，马上行动。工程车准备。敌人似乎对我们的基地很有兴趣。那艘船离开了，不需要再派兵保护它了。记住，工程车准备完成。
盟友进入战斗。工程车准备完成，快上去吧。进化完成。发生了什么事了？随便了。是。敌方的攻击部队在路上吗？在他们抵达船舰之前，阻止他们。站住！没有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盟友进入战斗，我们需要。我们的部队正与敌人交战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那是祸虫，在感染爆发的时候杀了不少我们的人。有机会的话，帮我们回报他一下。盟友，敌人正在逼近船舰，你得把握时间阻止他们。我不明白这些家伙为什么想杀害我们，但我很庆幸有你们在这里。盟友进入战斗。加班，随便了。我方部队遭受攻击，进化完毕。我们的部队正与敌人交战。亚历克桑德号随时可以出航。快上工程车，准备完成。你杀了我了！收到。进化完成。我们的部队正与敌人交战。我方部队遭受攻击。重要工作是吧？快看，这可是我的得意作品。我方部队盟友进入战斗。是。我的部队被痛扁一顿了，马上去。进化完毕。我侦测到有大量受感染的人类往那艘船移动，必须让它提前起飞。我们的部队正与敌人交战。正与敌人交战，敌方部队朝基地过来了。时间到，不管怎么样，那艘船都得出发了，只靠他们自己是搞不定的。哇，人生有你真好。感染越多，力量越大。我方部队遭受攻击。人死不能复生，但还是要感谢你们替大家复仇。行李上手，登机了。我方部队遭受攻击。盟友进入战斗。进化完毕，需要更多的王虫。进化完，我们需要更多进化。
盟友进入战斗，我们的部队正与敌人交战，需要更多的王虫。我方部队遭受攻击，尾随在后。在疫情爆发的时候，我们的歼灭机就失常了。你们有时间摧毁这些歼灭机吗？我们有个好的开始，继续保持，就能把所有人都安全救出来。敌人正在移动，指挥官，我们得阻止他们。进化完成，我们的部队正与敌人交战。重要工作是吧？是的。我方部队遭受攻击，盟友进入战斗。又一艘船等不及了，驾驶员没有选择，必须赶快起飞。我们的部队干得好，现在我们可以专心对付感染者了。想想我的厉害。进化完毕。亚历克桑德号随时可以出航，尾随在后。金矿不足，敌方部队打算全力进攻基地，把罩子放亮点。他们在执行起飞程序了，我知道是他们乱来，但是还是要请你们过去帮忙。啊，亚历克桑德号，前进。盟友进入战斗，我方部队遭受。我最近都在忙这个新玩意儿，希望你喜欢。我们的部队正与敌人交战，进化完成，盟友进入战斗。我们的部队正与敌人交战。发生了什么？同歼灭机要夺回设施了。如果你们打算处理这个问题，最好快点。摧毁歼灭机了，感谢你们，指挥官。我无法想象那些东西会做出什么事。成功。盟友进入战斗。敌人离开基地了，我们时间不多。他们来了，那艘船没办法撑太久。同化成功。重要工作。盟友进入战斗。撤离进行得相当顺利，指挥官。继续保护好那些船舰。下班。有谁想要搭飞机啊？你是老板。我方部队遭受攻击。随便了。进化完毕。我们的太空工程车正受到攻击。船上的人都在为你们欢呼，我也是。太好了，总算少了一件麻烦事，感谢你，指挥官。我们先共用这座建筑好吗？我们的部队正与敌人交战。尝尝我的厉害。我方部队遭受攻击。是的，长官。我们需要更多金矿。金矿。
保持警戒，不能让那些被感染的家伙靠近。盟友进入，我们的部队正与敌人交战。重要工作是吧？发生了什么事啊？我们的部队正与敌人交战。亚历克桑德号随时可以出动了。马上行动。我方部队遭受攻击。敌人似乎想试探我们的防御能力。我们的部队雷神兽准备出发了。盟友进入战斗，进化完毕。坏消息吗？同化成功，马上行动。进化团结升空了，至少还有人能在这场混乱中活下来。我们的太空工程车正受到攻击。好了，我们的部队正与敌人交战。好了，换上医疗艇。发生了什么事？我们的太空工程车正受到攻击。进化完成，准备行动。我们的太空工程车正受到攻击。我们的太空工程车正受到攻击。有谁是个大飞机啊？你的决定，集中。我们的部队正与敌人交战。重要工作。我们的太空工程车正受到攻击。守住战线，指挥官，撤离快完成了。我方部队遭受攻击。他们又去攻击船舰了，你知道该怎么做。我方部队遭受攻击。看来敌人要直接过来打招呼了。盟友进入战斗。马上行动。无法执行任务。我们的部队正与敌人交战。盟友进入战斗。我把这个取名为雷神兽。前进，来瞧瞧他。同化成功。如果你不阻止敌人攻击的话，船上的人会全部没命。指挥官，那艘船只能坐以待毙，它可承受不住敌人的攻击。希望亚蒙下次动手之前多考虑一下，但他应该没这么聪明。这种时候真该来只雪茄。